修行的时候也是现阶段也觉得自己好像不够精进的那种感觉。其实说起这个稳当，就是其实有时候是个性，因为平时也没有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的波动的话，比如情感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，没有很大的事情，大家基本上没啥事儿啊，就是有时候懈怠一些、颓废一些，有时候激情有一些热情对生活。但是只是你要是说开始修行的话，很多人又在修行上想迅速的成就，反而是又开始把自己绑紧了。啊，你要是对你修开始修行，从家行开始，比如说尤其有功课的这种修行，就是说给你定了一个任务，四家行一个十万个大头或者多少，那你做不完，你会觉得，因为你要每天就像完成课作业一样，你完不成你会心里会遗憾的。有时候有些就是如此较真的、生活认真的好学生啊，当年在学校里边一直是好学生，打100分的这些，就会觉得自己修不成，连个家行都没成，这个形成心理痕迹的会。甚至会觉得自己没成就，是不是因为当年家行没完成？可能做差2000个的时候我没做，那2000个始终成了一个梗，就卡在喉咙里了，而且会真的会形成一些反而不太好的一个负面的东西。但是始终大家要明白，就是这个家行定这个数啊，只是鼓励大家坚持的，并不是说你真的扣十万个大头你就能开悟，你修了四家行你就能成佛，这个绝对不是。而且释迦牟尼也没有说一定要扣十万个大头你才能成道，或者是我修够十万个曼匝，或者是供曼匝、供佛菩萨、供到十万次，你要知道只是在那个过程中不断的静心、不断的解脱，目的是为了你专注，为了静心，培养恭敬心，培养在那个过程中能够心静下来。其实它是在动中求静的过程，也供曼匝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慢慢的就静下来，或者重复的一个大礼拜，也动作也能让大家慢慢的去旁观觉照，或者静心。其实始终是专注力、静心这些修定的，始终是在修定的。有的人也许扣1000个就定住了，你就没必要扣那10万个。说句老实话，哎，所以有的人10万个也定不住，那就扣20万也不行。但是普遍意义上的大概说10万个就。因为他就算嘛，你10万个你会大概对普通人来讲能够修个多长时间，在这个时间段你也有点收获吧。但我觉得现在众生这个功课型的这种啊，有利有弊，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学院派的学院形式的一种修行。但对刚开始对佛法一无所知的，会还有对佛法还不知道从哪入门的，就是说不知道我想学佛但不知道从哪入门的，这是件好事。哎，老师给布置了课程了，而且呢规定我每天扣多少大礼拜，扣多打多少坐，我说这是好事。对禅宗，对你开始已经在心性上最后不着一切想破相的这个，如果你已经是修完这些了，已经开始进入破相阶段的话，这个反而成了一个障碍了，累障。有时候就是看根器了，因为毕竟佛学现在也已经真的这么多年，2600多年，各种根器的弟子都有，有的已经大小兄弟都学过，就转来转去的就这么学，所以始终是看自己。哦，师父，就是我去年，我就是也有段时间，就是也是大礼拜嘛，拜着拜着我拜不下去了，而且就是身体好疲惫啊，感觉。有时候是你拜到一定时候，身体反而那的机能，大礼拜始终是一个动中求静或者是一个很多修行一个方法。我觉得大礼拜不会导致你疲惫的，第一是你太急了，可能拜的动作姿势太快了，或者是就像我一口气没喘过来又说第二句话了，也太急了。那么你可能是慢慢来，那一天你比如说拜下去，把呼吸调匀，身体调放松，然后意念调清净，然后再拜第二个，一次一次的慢慢放松，这个就不会拜出毛问题了。这个就算你最后没成道，你也身体通过这个大礼拜能锻炼的恢复。还有在拜到一定程度，身体可能有些竖脊，毕竟这是个不断的运动，因为尤其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子爬在大地上，就是四肢五体投地啊，这等于是你的整个腹腔，它对这个按摩也真的是，它你不断的按摩这个腹腔，哎，这样因为爬下对人体是直立的，有时候是躺着，我们现在睡很少爬的，也爬着自己呼吸会挡住吧。但是这个大礼拜不会，所以经常反复的爬到一定时候，他身体有些书籍也会排出了。你看你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是你没放松，还是自己急于求成只是凑数，还是你有书籍在这个动作里边可能发作出来了，那就继续坚持，可能就恢复了，可能反而对症，可能没放松。很多的大礼拜如果尤其有10万个的话，就是1000多少个给自己定啊，为了尽早完成
放松度不够，专注力也不够，也不够清净。目标就是十万，你忘了你的初衷是要成佛的，你不是要扣大礼拜的，是吧？目的你是你学佛，你只是不知道入门处啊。然后老师给你个问，你的目的是通过大礼拜来放松自己，静下来，哎，就是很清静，让自己保持觉照，保持静，保持定，因为见定会筛选，你要入定嘛，你清静一下静，而且动静结合的来修嘛，始终是修心的，你的心在哪里？乱想啊，杂念啊，什么慢慢的以一个动作来摄受摄心啊。大礼拜有些密宗的说这个加行也是蛮重要，就是有些男性啊，比如说情欲方面有一些问题遗精啊，或者通过大礼拜反而也能够说是就起来就不，这个是男性的一个经验了，我倒不太知道，但也会起作用，他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个运动能够不会遗精啊，或者是什么。